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三天的一个连假啊，那台股啊，今天呢十月份啊第一个交易日哈，那开盘呢开得非常不错哈。那今天大涨了203点，好，那这个地方其实在早盘呐开出来盘势啊，按照我们这个开盘八法里面开出来盘势叫三点高盘哈，三点高盘中长红。中长红今天大涨了203点哈，那既然大涨了之后，这个往下的一个缺口，啊，这个缺口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封闭哈，那这个礼拜啊，这个行情还是会持续往上走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开盘八法哈，利用这个量价结构，啊，这个百年来的一个经验值告诉我们，只要开出来的盘是叫三点高盘，这个大盘。哦，就是由弱转强的一个讯号，好，但是也不是说什么样的股票都可以买啊。好，今天最强势的就是机壳类股，好，做机壳的小资的，哦，今天有四档股票涨停板。那 AI 概念股里面，哦，包含这个伟影在内，啊，跟伟创，啊，算是一个比较强的哈。今天的话反弹，啊，反弹来到亮灯涨停板哈。那英业达的话是第三名哈。那今天的话，我大概会花点时间啊，来解一下这个 AI 概念股哈，尤其是这个伟影啊跟伟创啊，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哈？来，先看到这档股票叫3231的，来，啊，这个叫伟创对不对？好，亮灯涨停板，好，这个是伟影，好，那为什么伟创啊跟伟影哦都是涨停板啊？那为什么看法上面会不一样啊？我解释给大家听啊，这是伟创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啊，你现在还在赔钱呐，啊，因为你们都是买在这个位置区啊，啊，所以说它压力哦，对不对？很重啊，虽然说都是涨停板啊，啊，它压力很重，它不见得会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啊，还是建议大家哈，这个啊，这个礼拜如果说有上涨，啊，还是要调节哈。那如果说你手中有伟影的话就不一样了，哦，今天是补量上攻的，这个压力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压力已经过了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伟影啊，跟伟创的一个差别。那严老师请大家注意什么啊？来看一下哈，2382，来，这个叫广达了，啊，这个股价有连续性啊，你做这种股票比较容易赚得到钱呐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3017的，来，这个哦，有没有反弹的话也是可以赚得到钱呐，啊，哦，其实你说 AI 的操作哈，哦，只要不要人云挤云呐，啊，哦，这个听了太多的一个消息去做，啊，哦，我认为都是 OK 啦。你要去注意到哈，哦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可能有一些媒体啊，啊，哦，还是有一些同业啊，他在讲这个股票的时候讲得非常的辣，啊，哦，非常的辛辣。哦，可能讲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就去买了。可能讲得很坏，那你就卖掉了哈，哦。其实这个行为都不对，啊，股票要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去看。好，那我们手中有什么股票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来，这档股票来，今天创新高。来，这是第一档股票哈，哦，我们会员手中有的股票。第二档股票今天也是再创波段新高，好，你不管是买联军，你还是买天域，还是你把天域跟联军啊这两档股票把它，对不对，组成一个投资组合，好，那严老师直接告诉你，你这两档股票都有做的人，目前为止最少获利30%，我这样子讲对不对？严老师的会员哦，你在看节目哦。我这两档股票点名的话，总共有四级会员哦，包含这个特别尊荣啊、清代还有单股会员哦。那是讲你买一支的啦吼，你上少目前为止的话哦，可以赚到15%左右，还不到啦，大概14%多一点啦，还不到15%啦。那如果说啊，你是买到天域的，啊，
还要买到什么3450的联军，金冷基你都有买，安尼我甲你恭喜啦，你最少获利30%啦，就是以今天的收盘价而言呐、啊。那老师还有没有更高的啊？更高的就要看这一支啦、啊，啊，这一支啊，啊，上个礼拜啊到今天啊，现在有人告诉你的哈、哦，机壳很强嘛，啊，如果说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这个天域跟联军啊，如果假设说你有啦，啊，再加上这一支啊，你自己算一算好不好？你自己算一算啦、啊，你就不要说老师啊，你这个哦太强了。这股票其实现在的操作，它就是属于一个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，个股表现很重要。我们的推背图嘛，你每天看这个推背图啊，今天大涨了203点哈，我必须要告诉你哈，目前为止会往上，会往上，但是你要去看它未来会不会洗盘跟震荡，看什么？看融资的变化。好，但是今天上涨200点的话是在这边哦。未来的话还会再往上哦，因为三点高盘呐、啊、站上之后的话，最少都有办法达标啊。好，这是严老师经验值啊。好，但是达到之后的话，未来会不会洗盘跟震荡，你就要看到筹码。好，拿一个筹码，融资券的一个变化。好，现在强的股票的话，每天涨啊。啊，比如说这个讯芯嘛，对不对？在9月18号的，啊，我跟你讲说，你卖掉就赚钱了。你今天你卖掉还是赚钱啊？所以说选对股票找对人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啊，这很重要。但这个要不要卖，你是怎么样去看它？好，也就是说它从底部开始涨嘛，从底部开始重压，你去重压嘛，涨不动了你就卖掉，你就可以先卖一趟，懂不懂？啊，这股票不是说每天买，每天买啦。银广我有没有事先讲？有啦齁。之前我们有带会员去做。啊，我说会不会做第二波的攻击嘛。这9月27号。啊，这放假以前礼拜四跟你讲的，他会不会去挑战前高？你现在放假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过？啊，有没有过啦？问你啦，有没有啦？啊，你有没有赚钱？啊，希望有啊。希望你有赚钱啊！我们在那个中秋节的时候啊，还跟大家来个猜谜活动啊，啊，猜谜活动，我是有档股票二开头的、啊，七结尾的哦，你要不要来参与一下？好，我在节目里面，我先跟大家先讲的哦，我不是用马后炮的，我先讲哦，二开头的哦，啊，七结尾就是这档股票啦，我说会不会飙？你慢慢看，啊，元刚。啊，这是9月28号的元刚，啊，这个是10月份的，啊，10月2号的元刚，是吧？涨完了吗？好、哦，我还是要跟大家重复讲哦，如果说你在底部也好，好、哦，你在低档区潜伏底也好，你没有重压，涨上去啊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好、哦，你没有重压嘛，你可能买个5张10张，我觉得没有用啊。因为我们股票档数也不多啊，哦，一个会员大概就是3档嘛，啊、哦，这个地方一定要重压，啊 ，AI 概念股啊、哦，你还是要有所选择哦，啊、哦，严老师跟大家讲的 AI 对不对？来，这广达啦，啊，你要挑这种的，挑这种的才赚得到钱，啊，你要挑这种的好不好？啊？哦，3017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你要挑这种的，才赚得到钱啊、哦。那如果说你挑到这种呢，啊、哦，可能赚不到嘛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买在这个位置区嘛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地方是爆大量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这个地方的话，你还是赔钱啊。所以说选择很重要，我一直在节目里跟大家讲，选择很重要。啊、哦，你可能是选择老师也好，选择股票也好。这个当你啊、哦、去做选择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决定好未来的一个命运啊，哦，像这个小型股，这个生权，对不对？讲很久了，真的每天讲，啊，每天讲，我希望你赚钱啊，你不要说一个股票，对不对？每天涨，我老师的节目也是天天看，
看到最后赚不到钱，哦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哦，那第四季的主流我还是跟大家详细的解说哈。你现在看到第四季对不对？现在是10月2号嘛，也进入到第四季了哈。啊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分作四个族群，啊，四个族群哈。那这个四个族群怎么做？哪个先发动？啊，怎么配？啊，哪个是长多格局？啊，这个很有学问的。这个绝对不是说，啊，对不对？用事后去看，你现在航运类股今天是不是拉回？那你怎么判断未来会大涨？还是钢铁类股现在啊遇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紧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两个族群啊在打底啊，打底要不要买？这个很重要哦。高价股啊，老师今天的国巨啊再创波段新高，我有没有讲国巨？有啦哈。啊，半导体也是一样，设备类的话今天有利多，啊 ，IC 设计开始转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矽光子对不对？啊，包含啊这个网通的、啊、都在涨。那 AI 的话，到底要买哪一些？啊，很多很多东西啦。啊，有时候节目太短了，我也不大方便讲太多了。哦，那你可以参考一下，我们是怎么样来操作。啊，第一个大盘看趋势嘛，第二个股票要关键价位才买进嘛。啊，这个一定要纪律操作。啊，这个很重要哈，不要去听那个小道消息啊，把投资啊当作事业在经营啊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不会跟大家做很多的一些行销，好一些术语，啊，比如讲啊，你进来我就帮你赚，啊，我让你赚到翻掉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都废话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听到这个的话赶快转台啊，不对啊，我们是做金融业，金融业讲求什么？讲求专业，金融业讲求什么？良心事业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在拿到证照的那个时候的话，其实主管机关呐、啊、一直三声五令的告诉我们，哦，要有职业道德，啊，要有职业道德。当然有人喜欢看空嘛，啊，一空两年，台股这两年有在走空吗？啊，之前还说疫情很严重，啊，台湾会死掉，啊，全力放空，哎，那现在就变成全力在做多啦。我觉得不要去做生意啦，做生意的话会把自己要、哦。那个道德啊，整个都败坏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当然十月份开始的话，这个行情你要注意哈、哦。今天大涨了200点，对不对？未来还是会往上，往上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你要去看筹码面的一个变化，筹码面的一个变化结束之后，你才能够去做下一个动作。好，当然我们现在是大获全胜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买到联军嘛。是不是？你今天在收盘的时候，你随便卖掉，你应该都是可以获利15%，最少15%啦，不管你安哪买啦，不管你安哪买啦。严老师三级会员有没有？有啊，啊，既然你是老师的会员，我一定有指令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有指令给你嘛。三级会员亮灯涨停板持股续报，9月22号创波段新高，一张都不卖。9月25号来这边，来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今天呢，啊，老师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嘞，啊，吴简信，他要看一下不？给你看，不要紧啦，啊，给你看嘛，你是不是赚钱？再创波段新高，你还赚不到钱？干我可怜，干我可怜，啊，天域嘞，我先讲哦，天域今天创波段新高，对不对？你。用最后一笔价你卖掉，假设你卖掉，你赚不到17%，你来找我，啊，赚不到17%，你来找我，啊，赚钱有这么困难吗？啊，我们操作一定有证据哦，我先讲哦，很多人在操作天域的时候啊，啊，赚个1%2%就跑掉，那个、哦、看不懂，啊，严老师看得懂，9月18号来这边亮灯涨停板，有没有？9月20号，来创新高，啊，9月27号，啊，我拿那么多证据给你看，其他老师会拿证据给你看吗？不见得啦，我觉得是不见得啦哈。但是严老师当然是以诚信为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不好？
来，这是9月28号送给你的资料，你今天一样可以来拿，今天一样可以来拿10月份的超级标股啊，我给你来验证这档股票。那今天有没有创？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啊？有没有？有啊、哦，好、哦，有人资料已经拿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资料没有拿来拿的哈、哦，我今天一样开放黄金60秒，啊，严老师10月份的压箱宝，今天创波段新高，其实我可以打开啦，但是我不要啊，我希望他再来一根涨停板，啊，再来一根涨停板，严老师马上打开。什么叫做大户中实户的最爱？我让你来验证都没关系啊，我就怕你赚不到钱啊，你懂意思不？怕你哦赚不到钱啊、哦、那行情的话，今天大涨了203点，只是刚刚才开始哦。那后面啊会大涨的股票很多啊、哦，但是严老师跟大家讲，你要记得现在要重压啊、哦，不是全部重压啊，一档两档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这两档股票我先保密啊，但是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哦，啊，你要记得哦，你只要有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，好，我们这两档标股单股锁单的要进场，我们一定会请啊我们的助理啊一对一直接通知啊，所以说今天啊很重要，好，你可以先打电话来预约，你今天电话拨通了，你直接来预约我们下一档的一个标股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说你要成为严老师的好朋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直接用手机来扫描，手机扫描 QR code， 记得进一步的讯息的话要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。你扫描以后的话，一般资讯都看得到了。那如果说你要进一步的一个资讯的话，扫描以后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，我们会叫助理直接拨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今天严老师啊，心情非常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天域啊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的联军啊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银广的话，三天三根涨停板，好，未来哪一支股票会大涨？跟上严老师的脚步，好不好？今天严老师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哈，严老师最大诚意，买一送三，全部 VIP 啊，买一送三，全部 VIP， 电话直接拨通。诚意直接带回家，打电话进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呢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当然今天的 PCB 族群啊也是蛮强的哈。那你只要记得产业的一个翻转啊，那或者景气的一个循环啊，啊 PCB 族群啊，哦它会领先市场啊。那今天的一个见顶啊，股价就很强了啊。见顶之前有没有操作过？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吧哈。你只要买在发动点嘛，你就一定赚得到钱嘛。啊，发动点要怎么看？很简单啊，这个均线哦，啊开始黄金交叉，哦这个成交量开始哦怎么样？哦开始变大，哦然后呢，哦这个呈现啊这个上升轨道，啊、哦、这个其实投资理财没有那么困难呐、啊，啊、哦、这叫文业嘛，啊潜伏底，股价发动的话量会不会出来？均线会不会黄金交叉？啊会不会有利多？啊一定有嘛。啊，你只要去买就赚钱了，啊，只要去做就赚钱了，啊，记得哈、哦，有买有卖，有没有？前提嘛是赶快呐，对不对？这个股票操作难度会很高吗？哎，老师，我都是去追呢，啊，你老是去追，你买在这边就很难赚钱呐、啊，知道吧？要买在这边呐、啊，那老师基本面都很好哎，对不对？我是问你赚钱了没有？啊，赚钱的没有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好，那当然有人认为说，老师啊，我跟你讲哦，加权指数现在啊，在这个地方哦，对不对？投资人都没有兴趣嘛。好，等到明天后天，啊，涨上去了，我跟你讲，每个人兴趣都来了。这股票市场里面不是这样子看，你不是说等这个加权指数啊，或者股价对不对涨了以后，你才去做动作。今天的外资是不是由卖方转买方？你回答我。连续卖九天了，啊，连续卖九天卖不下去的嘛，这个地方一定要反弹嘛，反弹再看筹码面的一个变化，这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今天台币是不是升值了？哎，你要注意哦，台币今天升值 1.5 分哦，之前都是贬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开始转升了，啊，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讯号哦，啊，外资怎么样？连九卖，今天转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个讯号是什么？融资大减，啊，因为投资人都洗出场了，这个地方融资一定要大减，就代表说投资人啊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信心。你越没有信心的时候，这个市场里面啊，就开始反向思考啊，就跟这个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反向思考，啊，之前在低档区啊，对不对？不会涨，啊，涨上来之后大家都不敢追嘛。哦、你要注意哦，宏杰科哦，啊，伟全电哦，啊，这个涨完了没有？有时候这个股票拉回哦，这个考验投资人啊，你看得懂看不懂？你看不懂的一个状态之下，你可能会做错误的一个决定，啊，比如说像这个加基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地方对不对？啊，修正，啊，修正结束之后呢，再创波段新高。你这个地方你要会判断，啊，你要会判断，普瑞也是一样啊，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讲啊，啊，那后面为什么有人讲？哦，因为这边筹码面开始发生了变化，跌不下去了嘛，啊，量也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均线也黄金交叉的，这股价从700多块钱啊，哎，价差啊300几块了，啊，就跟之前的波罗威也是一样啊，啊，有人做波罗威还做到赔钱的。哎，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啊，这么好做的股票还会做到赔钱啊，真的吓死人啊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是要恭喜的啊、哦、有做到银广的好不好？股价创新高你应该赚钱的。啊，有买到元刚的啊、哦、啊 ,2417 的元刚 ,2417 的元刚，对，股价今天亮灯涨停板再创波段新高啊、哦、你应该是赚钱的啊、哦、来再讲我们的会员好不好？好，会员联军大赚，以收盘价来讲的话有 17%， 啊，会员啊天域大赚，赚多少？最少 14%， 那是公啦齁，你有这一档天域再加上联军，两档加起来 30%， 我要恭喜你好不好？好，那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来记得齁，现在可以扫描 QR Code， 扫描了之后留下姓名联络方式，十月份超级标股这档股票没有拿到的，今天还是可以打电话进来拿。那下一档标股啊，今天严老师开放给大家登记，好不好？
电话今天要拨通，直接来登记就可以了哈，留下姓名联络方式哈。严老师最大诚意，今天送给你哈，买一剂送三剂，机会一次，好，最后一天了，好，最后一天了。严老师最大诚意，买一送三，今天最后一天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我们明天见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人民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救命！特工队，叫叫陈波华！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！大声呼救！叫！